九十版的《封神榜》为什么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？只因这些画面太敢拍了，完全还原了殷商的刑罚。疑今者查之古，不知来者视之罔。欢迎订阅史约馆。在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中，觉得最早版本的《封神榜》应该是90年傅艺伟版本的《封神榜》了。这部电视剧当时引起的轰动可不小，但这一版在当时也以大尺度和恐怖著称，堪称不少人的童年阴影。殷商的刑罚到底有多残忍呢？姜王后挖眼。姜王后是商纣王的正宫皇后，她端庄贤惠，却遭妲己算计害死，成为纣王暴政的牺牲品之一。苏妲己进宫之后，纣王被迷惑，无心朝政，整日和苏妲己在一起，姜王后自然看不下去，于是劝说纣王，奈何纣王不听，而且苏妲己还诬陷姜王后想要自己的性命。纣王沉迷女色，不顾百姓的生活，此时更加不顾多年的夫妻之情，下令将姜王后的双眼挖去，而且还对她实施了炮烙之刑，可怜了姜王后成为其中牺牲品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姜王后是被苏妲己煽风点火诬陷致死，可惜姜王后一生为纣王，为商朝，奈何最后落得一个如此凄惨的下场。姜王后被害之后，他的两个儿子也被苏妲己害死。姜王后在历史上似无实据可查，其原型可能是商纣王妃鬼侯女。鬼侯女是鬼方首领鬼后的女儿，被许配给纣王为妃，却因不喜淫而被纣王杀害，其父也遭海刑。海刑是什么呢？为何会让死囚不寒而栗？《吕氏春秋·刑论篇》记载，昔者纣为无道，杀媒伯而海之，杀鬼侯而腐之，以礼诸侯于庙。说的是纣王无道，因为媒伯正直敢言，直斥纣王荒淫无道，冒言进谏，所以纣王将他杀掉，剁成肉酱。鬼后是因为女儿不喜淫，惹怒纣王，于是又下令鬼后煮熟，做成了肉脯，随后又将媒伯做成的海，鬼后做成的腐，在朝堂上赏赐给其他诸侯。对待罪人除了海，与其相关联的还有烹。在西周后期，周王室衰微，诸侯不来朝觐，于是季侯向周天子进谗言，诬陷其哀公，所以周夷王置诸侯，烹其哀公于鼎。再到春秋时期，晋国公子重耳流亡郑国时，大臣被谵为了郑国的安宁，建议郑文公将重耳杀掉。待重耳成为晋文公后，率大军威逼郑国，将与其有仇的被谵交出，最后被谵在被下锅之前抱着鼎耳向晋国将士大声呼号，自古以来无有忠于其君，忠于其君者将烹。晋文公听到后，为了保全生命，安定军心，只得将被谵送回郑国，将罪人做成海之。烹之的是不仅先秦有，楚汉争雄期间，项羽也曾经要烹刘邦的父亲。到了汉十一年，汉高祖刘邦又诛梁王彭越，海之，盛其海便赐诸侯。而且在汉代刑法制中还规定，凡是被判处夷三族罪过的人，都要先被刺面、割鼻、斩首后，再诛其骨肉于市，诛己海也。炮烙之刑，所谓的炮烙之刑，古史传说和史籍上都说是殷纣王所创立，而电视版的《封神演义》炮烙之刑是由妲己发明。这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，在一场阵雨过后，纣王和苏妲己在森林里面游玩，恰逢是雷雨过后，一棵大树被雷劈倒，而且还燃烧着火焰。比较奇怪的是，一群蚂蚁从树的一头通往树的另一头，忍受不了烫的蚂蚁就从树上掉下去，跌进了火里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和被烧焦的狐味。纣王看到后只是觉得蚂蚁很笨，并且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，但是苏妲己看到后，通过这种现象后想出了非常残忍的炮烙之刑。而在神话电视上面、宴会上面，妲己看到烤鹅的经历，当众提出要是将人放在火烙上烤会不会更好，宴会上所有的人都反应强烈，而纣王却被妲己的三言两语给蛊惑了，觉得这个刑罚可行，可以试一下，所以以此就有了炮烙之刑。但凡是经受过炮烙之刑的人，
轻者会出现昏厥，重者会死亡。顾名思义，炮烙之刑利用铜柱子或者铁柱子为主体，涂上油，用火把柱子烧得遍体通红，然后再把受刑之人绑在铜柱子上面，让他们烫得皮开肉绽，冒烟直到死亡为止。如果是身穿囚服的犯人进行炮烙，衣服的布料会嵌进自身的皮肉里面，所受的疼痛惨绝人寰。最先受到炮烙之刑的人是一位名叫梅伯的人，他是商朝忠臣，却因为性格直爽得罪了许多人，因此纣王被费仲等人迷惑，听信谗言，把最终梅伯就那样活生生执行炮烙之刑致死。比干挖谢在各种封神榜神话故事中妲己都是出来名的狐狸精。比干挖心的故事也是因为他妖言惑众，让商纣王将辅佐自己的叔叔给杀了。据说是商纣王自从得到了妲己之后，就荒废朝政，成日酒肉驰林，比干看不过去了，认为商纣王之所以这样，就是狐狸精妲己在蛊惑商纣王。后来比干找出狐狸洞，将其一把火给烧了，还将狐狸的皮扒下来做成了外挂呈给商纣王。妲己在看到狐狸皮之后气急，就想着怎么害比干，而比干一连几天冒死进谏，指责商纣王不着调的行为，商纣王大怒，就挖了他那颗七窍玲珑心。还有说是妲己想要看比干的七窍玲珑心，商纣王不忍拒绝，就挖了他的心。据民间传说，比干在被挖了心之后并没有马上死去，而是被姜子牙法术保护，在路上遇到卖没心菜的人，就得问他人若是无心如何，如果那人说人无心还活，那比干就活，如果那人说人无心即死，那他就死。结果他得到了人无心即死的答案，当场就死亡了。真实的历史自然是没有神话那么离奇的，所以比干怎么死的说法很多，据说他是第一个以死建军的忠臣。他是商纣王的叔父，又是当时的丞相，他对商纣王的暴虐统治感到不满，多次劝阻谏言，但是商纣王都不听他的告诫，最后他只能以死相谏。其他残忍的刑罚，一舔是商朝的一种死刑名称，一割鼻的刑罚，舔灭绝，一舔即刑舔，将罪犯的家人全部杀绝，有如后世的族诛府。在商朝末期，商纣王还酒后之后，鄂侯因对酒后案不满而与纣王发生争辩，被纣王处以腐刑，行刑后晒成肉干。作家时指对于有罪过但尚不够判处徒刑的人，要给他们带上刑具，强迫他们在官府门外左侧的家室旁坐一定的时间反省自己的罪过，然后把刑具去掉，由司空监督他们服一定期限的劳役，做家时的时间及服劳役的期限根据罪犯罪过轻重而有所不同，劳役期满，罪犯由其居住地的负责人担保，即可被释放回家。做家时类似于进士的拘役，墨刑就是在面部而后颈项手臂上刺刻后涂以墨的刑罚，是最轻的刑罚，战国时秦称为情刑，广泛适用，并与其他刑罚相结合。汉文帝废肉刑时情形被废，魏晋南北朝时期间或使用，到梁武帝时期再度被废，隋唐无此制，五代后改成刺字，并与流行结合使用，称为刺配，沿用至清。月就是断足，也称废刑，重于一刑，春秋战国时普遍适用，齐国因受月刑者多，曾出现巨剑永贵现象，勇就是越族者穿的鞋，秦及汉初最重者斩右指，最轻者斩左指，汉文帝时期改越左指为赤500，越右指为弃士，至汉景帝时又下令应弃士的犯人如愿意越右指可以听许，废除的越刑又被恢复。自魏晋以后，律典中已无越刑的规定，宫就是破坏生殖器官。南始于夏代苗族的苍刑，秦汉时亦称腐刑、蚕噬刑、阴刑。男子割噬即割下男子生殖器，女子幽闭，古有两说，一说为禁闭于宫，另一说为用棍棒追击女性胸腹使胃肠下垂，压抑子宫堕入至道，
以防交接，宫刑最初用以惩罚淫罪，后来也适用于谋反、谋逆等罪，并扩大到连坐的犯人子女，大辟即死刑。其名称和执行方式各代不尽相同，先秦时有刨落、剖腹、海、斧、戮、斩、焚、薄、庆、涣、孤等，战国及秦有凿颠、火烹、抽血、车裂、囊扑、削首、腰斩、弃尸等。汉初以腰斩、弃尸、削首为主，北魏有涣、腰斩、书死、弃尸四等，后改为削首、斩、绞三等。北齐、北周因袭不改，隋、唐定死刑为斩、绞两等。